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2002年上映的电影《四根羽毛》，讲述了19世纪末期大英帝国对苏丹发动战争的故事。1884年，四分之一的地球表面都被大英帝国军队征服。一场盛大的贵族舞会上，军官们与盛装打扮的漂亮贵妇跳舞。年轻的军官哈里将要迎娶他的妻子伊妮，她长相美丽动人，在哈里拥有一切的时候和他生活恩爱。而哈里的父亲是英国的将军，在舞会上他慷慨陈词：没有当过兵就不算是男人，不管你们有没有打过仗，都愿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。之后哈里的父亲宣布哈里将要迎娶他的妻子伊妮，但这一幕却把一旁仰慕伊妮很久的好友杰克气得咬牙切齿。终于战争再次来临，英国殖民的苏丹组成的一支军队攻击英军驻扎在苏丹的阵地，所以英国将派遣军队去镇压他们。而哈里所在的军团正好被选中，大家都非常亢奋，只有哈里沉默不语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参军。哈里找到上校递交了辞职信，这万万让他没有想到，上校拒绝他的辞职报告，但哈里有权辞职，他不能拒绝。还有一个星期军队就要开拔，哈里却临阵退缩，这让他的好友非常不理解，认为他就是一个懦夫贪生怕死的家伙。他的临阵退缩使军团蒙羞了耻辱，为了哈里，他的几个好友还大打出手。哈里辞去军职的事，未婚妻伊妮以为他在开玩笑。这时他的几个死党送给哈里一份礼物，代表懦弱的四根羽毛。未婚妻认为他的好友不应该这样嘲笑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爱情，而不是单一的临阵脱逃，还劝哈里归队。但哈里根本就不是为了未婚妻，他原本就不想当兵打仗。1895年，军队得到英国新上台的保守党政府批准，开始远征苏丹。英军士兵在一处村镇前被狙击手猎杀，经过围追堵截，这名黑人被抓获。但是这名黑人并没有因此投降，他选择重装子弹誓死抵抗。众叛亲离的痛苦和前线不断传来的死亡名单时刻折磨着哈里，他感到深深的愧疚与自责。为了挽回荣誉，哈里乔装成阿拉伯人，孤身一人前往苏丹去挽救战友们的生命。然而哈里的领路人却得罪了向导，夜晚这个女人趁他睡着的时候却用石头将他狠狠砸死。因哈里在之前帮助过这个黑人，所以他只是被打晕了过去，被丢弃在沙漠里自生自灭。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只能看到哈里一人的身影，当自己渴的时候他就会喝骆驼身上的血。最终哈里还是忍受不了饥渴晕了过去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在沙漠中来自奴隶部落的阿布法玛将晕倒的哈里救起后，两人一同加入了英军运输的队伍。哈里在人群中关注着他的四位挚友，阿布法玛一直被埃及人鞭打，第二天这个人就遭到了报复。队伍很快穿过峡谷，当沙尘暴来临时，部队在一片开阔地驻扎了下来。这些奴隶趁英军不注意的时候一同将骆驼偷走，而哈里也跟随他们去了阿布克里堡。哈里跟阿布法玛解释为什么会来苏丹的原因是自己害怕，但阿布法玛却说，一个人横穿沙漠真的害怕吗？阿布法玛被哈里的勇气和真诚打动，他们终于来到了英军援军阵地阿布克里堡。此时的城堡早被马迪的部下占领，英军被叛军全部吊死在木桩上。英爱联军距离城堡越来越近，阿布法玛帮助哈里给英军通风报信敌军的情况。英军将要去的城堡已经被马迪占领，这是一个陷阱，劝他们不要前往。但哈里的朋友并没有相信他的话，反而鞭打了他。当阿布法玛被鞭打的时候，叛军已经开始出发，准备进攻英爱联军。一支19人的队伍慢慢靠近英爱联军，英军展开了射击，19人的小队即使只剩下一人，他们也没有退缩，这让英军士兵和军官非常不解。小队被消灭之后，他们以为安全了，这时又听到了远处的呼喊声，指挥官立即命令士兵排成方阵。被进攻的消息却为事实，阿布法玛最终被放开。苏丹的军队以骑兵首先发起进攻，大战一触即发。英军打退了叛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，最终他们选择了撤退。英军指挥官命令部队乘胜追击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叛军的陷阱。穿着英军军装的苏丹骑兵再次出现，哈里在队伍中一马当先，冲入在最前面，他是为了给友军通风报信，但为时已晚。哈里曾经的好友维嘉还没有撤退到阵中，
指挥官命令士兵开始了骑射，战斗中指挥官被击毙，杰克接替职位。面对如此凶猛的敌人，他们只能撤退，最终英爱联军以失败告终。英军中计受到重创，哈利拯救了已经双目失明的杰克，但在他的衣服里发现了杰克给自己心爱的伊妮写的信。得知杰克打算要向伊妮求婚，哈利非常难过，觉得自己无法再回去。当杰克被送回英国后，哈利决定留下来继续暗中帮助朋友汤姆进行撤退。哈利确定另一个挚友崔奇被俘虏后，坚持要阿布法玛帮助他一起混进监狱去救朋友。阿布法玛认为哈利已经为朋友做得足够多了，应该要为自己负责，为上帝负责，不能去冒险。哈利说即便是他死了也是上帝的旨意。哈利在狱中把羽毛给崔奇的时候，崔奇眼里含着泪水，笑声之下藏了太多的言语，出口只是就是为了一根小小的羽毛。在哈利的勇气毅力下，阿布法玛再次帮助并保护了他和崔奇，将他们救出了俘虏监狱。哈利终于回到了英国，在杰克家中，杰克弯身去捡洒落在地上的信件时，忽然俯下身抚摸哈利的脸，发觉哈利就是曾经在苏丹战场上那个拯救自己性命的人。两个男人的友情再次升华，同时杰克决定退出成全有情人。四根羽毛改编自1902年马森的同名小说。从1910年代到2002年，这个故事前后共有七个电影改编版本，包括最初的两部默片。其中最著名的版本当属1939年版，其贴近原著思想及艺术性来看，1939年版无疑是评价最高的。影片中令我最感动的是哈利的勇敢，真正的勇敢，以及他证明自己并不懦弱的过程。这部电影又有他贵族生活，血腥的战争，令人感动的友谊，甜蜜而微妙的爱情，残酷的殖民统治，落后而野蛮的原始奴隶部落，都在一部电影中交际。而四根羽毛，一个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、友谊与爱情中的艰难抉择，是值得细心去品味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